冬天都要多吃萝卜，它和白菜一样。是冬天吃的最长的蔬菜之一，你认同吗？萝卜倒来切些，这萝卜切来炖猪脚，这一个的芦酸菜，把萝卜切切哈。猪脚加个炒到水都不咸了，晓得了，拿去了。先把猪脚炖起来，等一个小时。削好皮的萝卜切坨坨，水开了，把萝卜引一露哈，烫好都要得了，捞起来装坛。加嫩了的菜汤，放五天都可以吃了。好了，捞出来，放点葱，在吗？来，吃到猪脚，炖趴的。哎，这水炖个猪脚香哈，多吃点哈，小姨妈。嗯，下次拿出剪子。小妈，快点吃嘞，我吃嘞。来来来，好不容易来嘛，多玩几天多哈。嗯，好嘞。是嘞，好几年没来嘞。